哇！哎，哇！哎，哈喽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黑熊，现在黑鱼来说猫喜百货，好了，你不要讲。那个我前面全部会卡掉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黑鱼，我们现在位于新觉江的。你刚刚讲过了，没有，他真的就如他所说的，他在一家。你看，你是不是都不想介绍了？你是不是都不想介绍了？可以，你不要吵，这个摄影师好难控制啊，我难控制哦，好啊。啊，要我准备，我看一下第二张，就十张嘛，干嘛？每次演这段你不累吗？我怕我拿错碟哦。哎，黑熊，干嘛？你又想演什么？他有分200跟100的，反正我抽200的，那你就抽200的，抽5个，这回合就结束了。对啊，我不能这样。而且你要清台哦，有200的。我今天不考，有点不考虑清台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分配？200的要抽几个？不然200抽5个，我再另外第5张出来抽100，这样。嗯，你要玩这么大？啊，我怕。好，我先，这个我第一次遇到200的，我先投一张好了，投一张200的。好可怕！干嘛啦？你手抖到连钞票都放不进去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他说投200的，可是还是一样是100的吗？嗯，那你先随便按22号，看到不会给你。是。哦，14是200的吗？对，14是。哎，他还是给你啊。哦，叫你再投钱。啊！哦！哇！哇！黑鱼，黑鱼，你是不是？哇塞，黑鱼有动力了，有动力了，有动力了。你喜欢你就可以抱一下啊。哦，真的喜欢，我今天想要把它抱回家。你这是骗人的封面，可恶！我帮你拍封面好了，帮你拍封面好了。好了，我拍已经拍好了啦，你到底想干嘛？谢谢老板。黑鱼快点哦，哎。那你可以跟我说他是在200还是在100的吗？他说这种绝对在200。我们送出很多了。哦，真的。200都是在200。哎，是那个哎，是吸管，是扁的吸管哎。扁的是怎样？你看。为什么是扁的？就是有人喜欢咬吸管的吗？然后他直接做成椭圆形，这好威哦！嘿嘿嘿嘿嘿！哎，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，看老板都直接拿 PS 出来了，对，这台机器里面是有 PS 的，没错。对，哎，老板直接讲了，200块的才会有 PS， 对，那你是不是就清200了？不要再什么100了，100了就更多吸管而已啊！你看嘛，你是几张嘴？你鼻孔加嘴巴，三根吸管，2 4 6 8 10 12 14。再加1 2 3 4，一排这样有20个，所以2 1 2 2 4 40个，40乘以200多少？8000。你开玩笑吗？不是，你1000就全部先压200，你就抽5次嘛。恐怕你运气好，该给你带回家了，1000块你就带回家了。各位观众，清台了，清200，真的，我要清200。你要把6000全部拿去清两台。对，我要把6000全部。哇，真的假的？现在吗？那你有那么多百招吗？跟老板换，抽完了没有？那老板也要把那一台给我。来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要抽哪一个。先从11开始嘛，反正要清台，有差吗？说不定可以花省一点钱清啊。哦，早一点抽到就不用再花了，是不是？懂吗？哎，吃，一下不？11号。来，哎呦。很有感哦，很有感，禽流感。靠，斑比喜欢的。我喜欢什么？便利贴跟记事本。哎，没有我猜的。你不是喜欢文具吗？还好。哦，好吧。哭哭，斑比不喜欢的。虽然我喜欢可爱的东西，但是要看。对。来，11号，一个各抽2个。我现在很紧张，8000块花嘞。没感了，空空的。又是这个。嗯，一样哎。第二组一模一样。来吧。12号，钞票就这样一张。好，12号 ，PS 是虎牙，哎呀，好重啊！哎呀，好扎实。哎，不一定哦，这种手表。哇，好可爱哦，猫奇送猫咪手表，哎，而且还在动，哎，可以不要这么嘲讽吗？10号，
老板，真的里面真的有啊，老板。来，铁丝。一定不是 PS。猫咪，猫咪，又是猫咪。还送一条 USB 线。线，还是 iPhone 高。耶、嗯！ Yeah, 我现在没钱了，我要去换钱。老板可以跟你换钱吗？哦，这是先给你换钱。啊，那老板怎么分析耶？精辟分析，来，芭比来。不认真吗？不情况，不情况。来，给你。不认真吗？最后五张。我刚刚帮忙抽到 FFB 的克劳德。什么？本影片 Final Fantasy Brave Exvius 没有赞助。他抽500块，500，他抽到克劳德，一抽一抽。哎，鞋子撕在他身上了啊！在身上，我觉得认真。克劳德哎，克劳德哎，我这个1000交给你了。被退费。完了完了，被退了，完了完了，一个气势在一身，原本一个运气全部进去，然后被吐。晦气全部都出来了。那23好了。23，好。没有中怎么办？没有中穿黑雨的、啊，有穿吗？不。哎呦，这个好沉啊！真的吗？来来来来来，猫喜百货，九妹曾经抽到，差一点抽到那个，我帮你拿钱。这你们应该没空玩，换500块卖我。不行，我觉得这个。哎、欸。是啊，里面好丰盛哦，是什么？一支笔。这是笔吗？笔吧，可以拔头吧？可以。是小小兵，这是什么？笔啊，你拔错边了啦！那你拿走。小小兵零钱包吧，大概。小小兵的零钱包。来，请继续。认真。认真。抽完5次哦。对，能抽5次。我们这一个就当做我们凑十抽，虽然是花2000，好吧？哦。好害怕哦。你这一单还挺贵的。那就13。如果没有怎么办？就怪黑雨啊。哎呦！每一个都这么重的感觉。哎呦，嘿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吉利的娃娃。不吉利的娃娃。零钱包。哦，你有没有看出来？海马。我来。快点，快点。哎呦！哎呦！很重吗？很扎实。很扎实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它是购物袋吗？环保袋之类的？哦，它是抱枕呢。抱枕。好，吹起来可以。吹起来，对对对对。哦。在脖子上的那个，哦，颈枕。实用实用。先按啊，先按。21，轻一点的，交给你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终于来轻的了。完了，听到咔啦了。也是有可能是，很像一张的卡片。哇！哇！哎！哎！刚出道，我超奖品，我抽到负离子吹风机，哎，不错呢。吹风机。哎，刀哥，我今天这手气还不错。吹风机耶，给我1900。我现在有那个手感的。有手感，那你下一个你。好，下一个也是给你抽好了，给你抽好了。你不是有手感？不要给你。要是我就乘胜追击。你说从头一个吗？对。你要抽20几号？21。我乘胜追击。那个白眼其实破掉了，破一小角。为什么你又不会被？哎呦！哎呦，也很轻哦。没关系，里面有东西也没关系。我先不要咬，我先不要咬，我会怕。我咬，我听声音好像不太对。那哎，想想，里面还放一张卡片吗？哎呀，那我可能会开心。哎呦，手环，手环呢？还有礼物来了！哎呀，礼物来了！哇！这是我今年送妈妈的母亲节礼物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哇，那你再晚点送，你就可以送这个了。真的。哇塞，负离子吹风机！我从我开始做百元贩卖机以来，第一次抽到奖品。1234，应该这是第6台、第5台了。第7台了。啊，第7台了。失踪的那几台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应该第7台。第一次那个没别人手气抽到了，没抽到的话就算了啦。对，你总算中了。那你今天下午还要去抽吗？抽啊。哦，没有打算放弃。没有没有，不行。那个各位观众，今天总算有一点收获啊！这个系列做到现在以来，第一次抽到奖品。刚刚老板还给我 PS4 拿来拍照呢。
我真的觉得不错了。对，各位观众，周导演这被他这个标那个标封面骗进来了。周导演是被我们PS4封面骗进来了，我才没有抽到呢。我还不检举你啊！好，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的订阅及喜欢，那记得去订阅黑仔熊的频道以及他的各类 FB 之类的。那记住要打黑仔熊，不要打黑熊哦，找不到的。然后记得去按赞我粉专，追踪我个人 FB 还有 Instagram。那各位观众，我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